你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。我的脸好黑。强哥有直播吗？没有啊，没有直播，所以你可以自然一点。可是要直播才要好啊，直播起来就可以搞一些大事情啊。什么大事情啊？什么大事情？你要跳舞给我看啊？你要吗？我侧上跳给你看，要不要？可以啊，但你穿太多了。哎，人不见了，人呢？穿太多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欸、哦，哎、欸，够不够？够不够少？怎么？没变啊？够不够？够不够？没有少啊？够不够？够？够够够够？还不够吗？够哎、欸，后面那个妹子还不够吗？她怎么一直睡衣？哎、欸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还有人要来吗？哎、欸，警官啊，你现在有上班吗？这两个这边有一个男生没穿衣服啊，露了一条短裤、啊。这个带走啊，这个变态啊，公然猥亵啊、欸！这个白色把这个白色西装、啊，这个白色衣服带走啊！没穿衣服吗？这个啊这个、是可是我这边看起来有哎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有穿衣服啊，不要诬赖我。没有啊，啊你刚刚没穿啊？可是。他刚刚也没穿啊。江，我跟你讲，你面前挂个胸牌的那个绑马尾白色上衣的那个是妹子，她讲话是女生，哎、只是她现在不讲话。有跟我听她讲话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我不是在跟你讲话，我在跟她讲话。哦，跟这个妹子讲话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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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货、哦！哎呦，啊你怎么挡到我前面？啊！哎、欸，不要靠我！打爆他啦！这个，揍他！靠我吗？揍他！揍掉啦！要怎么揍掉他？相信的技术，开下去再修一次车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牵引车出门。你要这里，直接撞一下 NPC。哎，太……哎，我看到了，好可爱的小树哦，是要拔树对不对？你要。你放心啦、啊，要抓的话也是抓我们两个啦。对啊，要抓也是抓我们两个、啊。因为我在干大事。我好忙哦。我也很忙啊。你在忙什么？我也在忙着种园艺啊。等下遇到警察就抓掉。不会，我们可以游泳。对啊，我们大不了跳河嘛，对不对？跳海。啊，我现在在路上，我要跑地铁站了。好了，学弟走吧。他不是要包装吗？也不是，要包装啊。啊，我们要早点呐、啊！啊，我们要早点。那取钱那边可以包装哎、欸，这里可以包装。至少要有一个 loading 的画面。卖家在哪？对，卖。我们要找卖家，卖家，卖，顺鱼的，哇，同期个750万哎、欸，他们钱有那么多吗？他们警政署有所谓的公款吧？我觉得750万，我应该也还不出来了。卖家在哪？哇哦！不知道这边有没有？我、哦、怎么找不到卖家？他是隐藏的点吗？卖家会在哪？哎、欸，有外星人，你好，外星人不能输入。我是这里的赌徒，我是外星赌徒。外星赌徒。我在这里已经赢了500万了。哎呦，怎么赢的？一次给他多少钱啊？啊，想发财吗？对啊。来，靠近我一下。靠近你一下，有没有感觉到钱的力量了？哇！这时候呢，你就要对着这个机器打8000个数字。8000个数字。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呢？你想象你的键盘，左下角有一个上下左右。Shift， 空白键没有啊？有了。哎呦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，他的
它的有一个，哎呦，一次可以赌博8000块，对不对？2000万反应是50块的。黑色是全压，啊，白那个红色啊是50/50的加。我偷偷跟你讲一个秘密，我待在2小时，我已经赚了600万。怎么赚的？一次全压吗？还是50块？没有。你例如说你有1000块，那你就要以十，有没有？100才对，就是钱的10分啦、啊。对，钱中间的部分。例如说你有10000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以100去赌。所以每一次都是用100块去赌。对，你有10000块的话，就用100块去赌。他一定要什么777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可以。看得我眼花了，真的。这个机器有一种有一点 bug， 我等一下提供给服务人员。你刚刚玩了牌，我要去玩。就像我刚刚赚了200000，我现在只有花8000块而已。不错，你要的是不是那个人？学弟，有买家，快点！太好，我一起全压！想象你的全压，全压，干不完了！直接按全压，快点，快点，买家要走了，这里，好，快把档案重载之后就没有问题。快，先买，我先备好车，避免交易失败。距离城市太远了、啊。Fucking shit, stupid dick. 回我？啊！就这样子。当买家吧，我们太远了，太远好像也不行了，对吧、啊？我们还是得要去小富家，小富家。我刚输光了全部的钱。没关系啦，8000块而已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赢的？赚回来了，600多万。来。我赚了200000，然后输了8000块，我好爽哦！脚踏车！我挡住了！好的 ，Hello， 这位老兄，要直接卡在上面。老兄，买车，又下来啦，买东西了啦，爸，买东西。直升，飙射，怎么了？他拿枪，毒标，你快跑！来看79，快跑，打他，是有失败还是没失败、啊？剩下一秒。我是79号，这是交易失败吗？这个，我修一下车，我修一下车。请车！走，快走！快走！他不会掉，车子冒烟了啦。我们躲进来这里。我先修一下车。好。有了！我帮你挡。快！不让你下车是？快！啊！为什么数字没办法？有啊，成功了！他这个要怎么输入那个、啊？卖成功了吗？有！石油！我们再找下一个。我们去接好兄弟冰棒。好，来吧，他已经可以出狱了吗？对，差不多了。
欸，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的。来，这个应该不会打架哦。OK， 后面这个，我来了，顺便。下来了。巨，哎，这离城市太远了啦。好，对，这边没办法。先把它干掉。好吧。好吧，我们还是去接好兄弟吧。刚才出现一夜，为什么？好可怕哦！这个好吗？刚才可以卖啊！刚才的哦 ，My God！ 好好，我们冰棒，我们来接你了。喂！哎，人呢？狼呢？你干嘛跑进去里面呢、啊？好在我跑进去里面，该好像在拍恐怖片了。我在中间就有一台车子往这里飞来的。啊，快要没有油了，算了，我要直接抄近路了。好啊，系上安全带哦。啊，安全带有。来，冰棒，我们出狱有什么感想？安全带是哪一刻？按 B。来，反问一下，出狱有什么感言？爽。爽。这就代表新的复仇计划就会开始。